辅助泰坦，ADEZ，打野虎男。爸爸专注一下。不是这石头在干嘛哈、所以说这分段中段都是如此之菜。算了，就是这个吧。啊，主播心累呀。石头人怎么去支援了？两级反转是吧？有点 Q， 杀两个人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一区啊，这一区老恶心了。我都不说，不想多说什么。大师、宗师，结束。速战速决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老是打这个号，温度真的很高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法律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不要妨碍我。不服翡翠。还好吧。我怎么没有放出大招啊？是没有蓝了吗？真能吵啊！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能不能安静的游戏呀、啊？无所谓，反正经济都溢出了。八成，哈哈。
战速决吧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你们这就过分了。我感觉这个去中单差不多。他活不长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哎，这石文真有点聪明啊。不要妨碍我。别搞了啊，他妈超神了。小月他妈超神了，我操。感觉我们下路没死过一样，还敢这样放肆。速战速决吧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就没有正常对局吗？他们活不长了。上来吧。会玩的难道都是不学艺的？像我这不会玩的才学艺。哎，我送了。啊！我从不妥协。还有剑姬在兜底。真的假的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
跑得好慢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完了，我走不掉了。他居然对我没有想法。没想到他三 A 居然这么爆。这是我的病啊，有时候就会发作一下。直接大招了，点狼，压起身，哟，露娜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还是死了。无处可藏。差一点。石头人还比剑姬好一点。只有傻瓜。这波。我他妈翻过去，四个人在看着我。他活不长了。
才五个吗？感觉都可以九杀了。愚忠队伍来说，好。啊，追不上啊！这时候人蛮懂事的，来了个骑士之士。哎呦，算了，我一个人也不好推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等一这一把。真不好玩，主心虫不好玩，追跑太慢了。光辉又开送。OK， 应该是一波了。啊，一波不了吗？对面这三个最弱的。真的是天津的，脾气这么暴。一点事情不如意就信号就砰砰砰打上来。AP 难道？哎，我刚来就结束了吗？叮，你怎么说？